大家好，去完公園就要回程啦。咁啊，回程等一陣間呢，就會去超市度買啲嘢嘅。而家由呢個公園去到超市，相信都有成大半個鐘頭啦。咁啊，如果係冇乜塞車嘅半個鐘頭啦嚇，咁先至去到超市嘅。咁啊喺呢段路呢，又同大家傾下偈嚇。每日都有偈傾嘅，有偈傾呢，就一定係傾一啲我哋周遭發生嘅事情啊，或者一啲時事嘅事情啊。喺呢一集呢，我想講一講家教啊。幾十年前，好多時喺條街上聽到啲人鬧啲細蚊仔冇規冇矩呢，就話冇家教咁啊，去指責好曳好攋嘅人。點解講到家教咁 serious 呢？其實好多細蚊仔佢自出娘胎之後嚇，佢第一個啟蒙嘅老師呢，其實係佢父母或者係祖父母嘅。佢父母或者祖父母嘅各種態度啊、思想啊、行為啊，都成為身教言教。去教嗰個細蚊仔嘅，其實細蚊仔佢係一張白紙嚟噶，就算係一個西人嘅細蚊仔，俾一個中國人去收養，佢可能完全嗰個生活方式咧就變成一個中國人噶啦，或者一個西人嘅家庭收養一個亞洲人嘅細蚊仔咁樣講啦，佢自自然然咧，佢個母語咧就已經係英文。或者咧，佢所有嘅價值觀啊、生活方式啊，都跟隨住阿 Doc 佢嗰個父母咧過佢哋嗰啲家庭生活噶啦。就算佢係中國人面孔都好啦嚇，佢完全嘅生活方式、價值觀、語言、思想、行為就同西人。係冇乜差別嘅，咁你咪可想而知家庭嗰種影響係幾緊要呢？嚇？點樣去教好一個細蚊仔呢？首先做父母就要教好自己先嚇，自己都教唔好嘅時候，又有咩本事去教細蚊仔呢？其實好多人自己都未曾 ready 有準備去做父母，或者都未有咁樣嘅能力去照顧細蚊仔，佢哋就係隨情隨意、隨環境發生所有嘅嘢，都係好似水到渠成一樣，生咗咪生咗咯，係嘛？我父母點教我嘅，我咪點教佢咯，或者睇下左睇下右嘅。人哋點樣去湊細蚊仔嘅，我咪又點樣去湊咯咁。一個細蚊仔唔係話你俾飽佢食啊，食飯穿衣依、这個問題係好簡單嘅。一個細蚊仔佢將來成唔成為一個人才，或者佢係咪做一個好嘅人，即係唔需要話。做到好顯赫啊，或者係好知名嘅人啦、啊，你最 basic 嚟講呢，都要有一個正確嘅價值觀，一個倫理道德喺度呢。嗰、那個家庭嘅教育呢，就係、是、萌芽於呢個細蚊仔佢懂事開始嘅。最簡單原始嘅啟蒙教育呢，父母同佢講乜嘢嘅語言。佢就接受嗰種語言㗎啦，將來呢一種語言呢，就係佢嘅母語嚟㗎啦。穿衣吃飯，佢自己點樣去攞個羹啊，攞個杯去飲水啊，攞只羹去食飯呢？呢啲亦都係嚟自於佢父母點樣教佢，佢亦再去模仿。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嗰個父母冇耐性。成日呼呼喝喝佢嘅，嫌佢麻煩嘅，或者係父母任何一方都好 hyper 嘅，喐啲咧就係發脾氣啊、掟碗啊、掟羹啊，或者係有家暴呢啲咁嘅行為咧，嗰個細蚊仔咧就會全部吸收曬㗎啦。
佢就會入咗佢個腦噶啦。佢覺得家暴只係一種行為嘅發泄、情緒嘅宣泄，佢唔覺得呢一樣嘢係一個好唔好嘅行為嚇。佢可能見到個爸爸打個媽咪，打媽咪啫嚇，咁啊見慣噶啦，可能唔開心都可以打人嘅，或者個媽咪有 colic problem 嘅，佢瘀酒嘅，咁佢覺得飲呢只係飲料嚟嘅啫，飲咗落去令到自己好開心嗰種感覺嘅啫。其實點點滴滴咧，就會將喺呢個細蚊仔再大啲嘅時候咧，係反饋到父母睇到呢個細蚊仔嘅身上有佢哋嘅影子嘅。點解卡姐今日咁樣講嘢咧？有啲嘢我真係睇喺眼內。有啲網友就話：卡姐冇再提呢個問題啦，唔係唔提啊，我覺得係將佢慢慢抽絲剝繭嘅時候，有好多嘢我哋要提啊，要值得要留意要注意啊。我真係有時睇睇下阿何痴痴嗰啲行為咧，我覺得佢究竟今時今日變成一個咁放蕩，一個口不擲言，而且係一個咁無恥嘅人，冇底線、冇倫理道德嘅人，佢係遺傳於乜嘢咧？佢係仿效或者係 copy 咗邊個人嘅行為咧？其實追翻咧，應該係佢個父母。我唔知道佢啊，佢個阿媽係咩人嚇？居然可以俾個女喺成年後，我唔知佢之前啦嚇。咁我哋而家見到佢都成四廿幾歲，都已經係成年進入咗中年嘅年齡層啦嚇。居然佢會將老公同老豆嗰個身份可以重疊嘅，我覺得有一個媽媽聽到啲仔女佢搞唔清呢啲倫理關係嘅時候，或者佢可以接受到呢一種嘅意識嘅話咧，係一件好嚴重嘅問題嚟噶。呢個直情係影響到社會噶。有時啲嘢我哋慢慢靜落嚟去睇呢件事咧，有好多嘢我哋可以攞出嚟講嘅。呢個何痴痴話，前夫又好，丈夫又好，日後嗰個關係可以係轉成係阿爸，即係老豆，係一家親，仲可以帶埋佢去下一任丈夫個屋企，好似一家人咁親暱，可以同一屋檐下去生活。呢個咧唔係話去睇佢講笑話，如果呢一種顛覆咗人類價值觀一種人倫道德觀咧，呢個世界反噶啦！而家好多嘢喺西方社會亦都出現咗一啲我哋無法理解，但係咧，我哋如果去表明態度去討論呢件事嘅時候咧，我哋可能會係被指責，或者可能會被起訴，或者俾人哋去蘇你都係一個理由嚟嘅。所以我哋而家去講嗰啲兩性關係啊，講嗰啲愛情觀咧，係好 be careful 嘅，係好小心去講嘅，唔想踩界啊。但係即係呢件事，我覺得應該攞出嚟講啊，當局亦都應該去正視呢個問題。你話中國人最珍貴嘅係乜嘢啊？係傳統價值啊嘛，係你有幾千年嘅歷史，好深嘅文化底蕴，形成咗一種古文化。古文化入邊咧，你去睇一睇孔子嘅好多書啦，睇《論語》啦，睇好多好多嘢喺道德觀上邊，無論嗰個作者係咪做到咁啦嚇，係咪做到咁典範嘅咁正人君子都好啦，但係佢著書立說出嚟嘅形象啊，佢所講嘅嘢啊，都係好冠冕堂皇噶嘛。有啲關係係唔可以逾越
月噶嘛，更唔可以重疊嚟去將嗰種嘅關係交織埋一齊噶。我覺得而家阿何痴痴講呢啲嘢咧，係好影響人對人倫道德嘅一種好正面嘅一種理解啊！點可以將老公變成老豆啫？如果你話將來我都會係將個前夫會轉變成冇咗婚姻關係啦，可能會係朋友，可能會見下面啦，或者係作為朋友的聚會，這種是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但是你說老公轉為老豆，那是很亂倫的一件事來的了。很多人打開 iPad 也好，電話也好，看到這些言論，如果他混淆不清的時候呢，那就真的世界大亂了，對不對？因為丈夫是會跟你有親密的關係的嘛，而爸爸是不可以有這些關係的嘛，是不是？很多人說契爺，契爺有些是契上床的，那這些呢，我們都很易理解，因為事實上社會太多這些人了，有很多 Sugar Daddy 就是什麼契爺這樣。但是未至於說他和你是已經有一種法律承認的婚姻身份，突然間又轉變了為老豆，這樣都成世界的。我現在很想去知道何痴痴的生父是否跟何痴痴都有這種的關係呢？就算沒有法律的這種婚姻關係，但是是不是父女都可以有這種的親密關係呢？如果這樣說，在那個視頻上，在他的直播上，這樣如果當局不去制止呢，這一件事我覺得已經是很大件事來的了。現在很多海外的華僑都在說這件事，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堂而皇之這樣仲要大聲喺度講，不斷喺度講，重複喺度講，就話我嘅丈夫將來就係我個阿爸，我個老豆，我哋可以同一屋檐下。首先唔好去討論佢將來個丈夫接唔接受佢呢個行為先嚇，或者佢喺度講，但係你講到呢啲嘢喺一個公共平台，任何人都聽得到、睇得到嘅平台嗰度去散發呢種言論咧，我覺得如果當局唔去制止，會係一件非常之傷風敗德、造成社會好唔好影響嘅事情嚟噶，會懷疑你中國嘅文化、中國嘅傳統、中國標榜出來的那種仁義道德、倫理道德，會將這種道德感覺是蕩然無存的了，是破壞到體無完膚的了，怎麼可以老公的關係當成老豆，將來我也都帶在他身邊，我要照顧他一生一世，那你這兩個人是曾經做過夫妻的嘛，夫妻那種關係是很親密的嘛，是細蚊仔都可以生得出來的那種關係來的嘛，為什麼可以還要說當他是阿爸呢？你可不可以換一個稱呼，人家都沒那麼反感，你說、哦、將來再見亦是朋友，大家都理解到不一定要做仇人的，如果他們的關係是好聚好散的善終的這段關係，我相信亦都是相見亦都可以做朋友的，不是說好像爛蘋果那樣打爛那個法庭那些這樣的訴訟，不是這種方式的離婚呢，應該都叫做點頭都是朋友啊，是吧？但是你現在不是，好像帶埋佢去，雖然這個呢，我覺得就是不會可能出現的事情，但是你在這個平台裡面是一個公眾，是面向
所有人可能都有機會睇到嘅一個直播入邊去宣揚呢一樣嘢呢，我覺得就已經係好大件事噶啦。唔知道當局點樣可以容忍到佢再喺嗰個平台度嚟發呢啲咁樣嘅歪論啊？中國係好講維護尊嚴道德噶嘛？點解可以咁樣嘅啫？咁樣真係冇晒底線噶咯喎！而家佢幻想出嚟嗰種結局就係一妻是兩夫噶咯喎，係咪先？因為你睇下佢個丈夫根本上就唔係同佢諗法一樣，講落真係有啲人係冇晒底線噶。喺北美洲亦都好多人為咗攞身份呢，亦都會有呢一種嘅關係出現，但係呢，佢哋係暗地裏嘅，認自己個前夫係表哥啦、親戚啦，或者係自己阿哥，總之呢，佢都係偷偷摸摸去掩蓋咗嗰啲咁樣嘅關係。但係你而家啊，何痴痴係大明大放大辯論咁將啊何老千丈夫嘅關係轉型到去阿爸嘅關係喎，咁樣真係令到人哋如果嗰個人唔識嘅就會好混淆喎，亦都引起廣大海外嘅華僑去質疑佢究竟係受咗啲咩教育啊？唔係走翻喺猿人嗰個時代係嘛？群居嘅嗰陣時，我諗人猿嗰個年代可能都冇話規定一夫一妻啦，唔可以變成咁噶。我相信係有一啲地方或者有一啲少數民族，佢哋好貧窮、好落後嚇，亦都時不時有報道出嚟有呢啲咁嘅狀況，幾兄弟啊或者父親同兄弟啊仔啊咁樣去共用一個太太咁，但係呢啲呢。都可能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嘅事嚇，咁而家有冇嗰啲我就唔知啦，我冇睇到就當冇。但係而家呢個何痴痴有冇搞錯啊？好難令人哋去唔懷疑你究竟你曾經做過一啲乜嘢嘅職業喎？點可以男人都不佢嘅嗰種身份係亂晒龍嘅？一陣間又阿哥，一陣間阿老豆，一陣間阿老公，一陣間阿仔。講開啦，佢嗰個仔呢，我真係唔知道係咪真實存在呢、這個有一個仔啊？點可以睇咁耐嘅視頻，佢從來都冇去關心過佢個仔嘅，冇去煮過一餐飯俾個仔食嘅。其實冇去煮飯俾個仔食，或者係再嫁，基本上好似離棄咗啲仔女嘅人。喺温哥華有，為咗一張飯票嫁咗一個男人，聽嗰個男人講，仲要對自己啲仔女衰，對自己個女衰，趕自己個女出街。嗱，有咁嘅人啦，唔係冇啊嚇。有時講嘢呢，我就略略都係有所保留，但係有冇呢啲人呢？係有，你睇下生而不教啊，佢個仔都冇人理。從來就係日日就掛住喺度，粉絲飽飽都唔知佢講乜。呢、這個問題，如果當局都唔去制止呢一種咁樣嘅歪論呢，係好大件事噶，啱唔啱啊？所以我今日講開呢個家教，大家都要重視嘅問題，就唔係話哎呀有咗 BB 啦，我生 BB 啦，買靚衫俾佢着啦，買嗰啲靚嘅床仔、靚嘅 BB 車啦，唔係啊。你要做好一切嘅心理準備，你將會點樣去教好呢個細蚊仔啊？呢、這個先係做父母嘅本真啊！唔係話你有本事生，你就可以做得到父母嘅。你話教得出咁樣嘅人出嚟，其實呢個何芝芝係80年出世嘅人，應該都係好後生嘅啫。80年出世嘅人，佢應該都係受過教育嘅。我唔知佢受到初中教育啊、高中教育啊，或者點啦，咁都冇理由去混淆到咁離譜噶嘛，係嘛？點佢老公當咗老豆嘅啫？咁你
何痴痴在家是不是当了她的老爸是她老公，可不可以她的老爸是她和她媽媽共用共享，得不得这样？如果阳光那些人知道她媽媽在哪里，你又真的可以问一下她媽媽，为什么你教出一个这样的女儿出来，讲到这些东西离谱。有时家教很重要的，有些人带些小孩子出来又是的，不叫人的，很嚣张的，这些就是父母教育咯。她小时候你就叫她叫人嘛，出到来望一望人毫无礼貌的，在温哥华也都很多这些这样的人的。有部分父母他很炫耀，很 show off 他的仔女移民带到过来学英文啊，学画画，学弹琴啊，跳舞唱歌啊，但是呢他就不会说教仔女去学一些礼貌规矩啊。如果那个小孩子带到出来他很懂礼貌，很懂规矩呢，人家第一时间赞这个小孩子，同时也都赞他父母教得好。有一些人带啲 BB 入到餐厅，他扭他喊，扭他好像舔地咁样，就不顾周围的环境。咁呢个咧，亦都系父母平时点样教呢个小孩子嘅。如果一个 BB 佢系扭眼瞓，佢系唔舒服，咁当然佢会哭闹，因为佢未识讲嘢啊嘛。排除曬呢啲咁嘅情況，嗰、那個細蚊仔咧喊係扭抱，喊係令大人去注意佢咧，至少就知道佢嘅哭鬧係引起大人嘅注意。呢一種咧，用呢啲情緒去綁架大人啦。大大地，如果你帶佢去啲玩具店，你唔買玩具咧，佢就喺嗰度放聲大哭。舔曬地，亦都見過呢啲例子嚇。或者如果你帶佢去啲餐廳度，佢喺度嚟倒佢啲豉油啊、辣椒醬啊、羹啊、碗啊，父母都唔制止佢咧，依、這個亦都係一種家教嚟噶，好黑人憎噶。其實而家真係有好多事情令到我哋睇喺眼入邊咧。就真係有一部分人，佢哋好自私啊，用一啲個人嘅意識形態啊、行為啊嚟話你嘅立場啊、話你嘅觀點啊，而達到佢哋嘅目的。呢啲亦都係一種嘅道德綁架嚟嘅。但係有好多人就係為呢一啲嘢咧，唔敢開聲咯，唔敢講咯，因為怕啊嘛。就會將維護自己權益的聲音吞落肚，你講半句都不得的喎。有時打個比方，我只是舉一個例，經常聽到有一些需要用公共洗手間的人士他們的說話。現在去一些公共場合、一些公共場所的洗手間，真是歷來都是分男廁女廁的，男性用的洗手間或者女士用的洗手間，這個是一直都是很傳統的東西的。現在就變了很多，我不知道他是否表達他自己的一個立場正確啊，還是什麼呢，是將男女呢已經再不分開的了，就已經是共用一個洗手間的了。其實真是男女有別，亦都好唔應該係咁樣嘅。你話如果嗰個公用嘅洗手間喺啲比較偏僻嘅地方，喺一啲人煙稀少嘅地方，或者係喺晚上，係咪一個女士入去一個公共洗手間，而後邊跟住一個男性，佢係堂而皇之可以嘅噃？因為大家共用噶嘛。但是入到去那位人士會不會有一些犯罪的企圖？那你首先開頭你就已經沒有一個隔離了，是吧？你入得我也都入得的，入到去
我要做啲乜嘢，嗰個係下一步啦，係咪？就好似我哋而家定咗好多法律出嚟，都係喺度警戒住嗱，呢個咧有條街拉喺度噶，你哋唔可以去逾越噶，逾越咗先至有法律去約束佢噶嘛，即係話等於有人去犯咗事，你先至再用個法律嚟去懲治佢，但係。受傷害的那位人士呢，在他的身心靈裡面呢，是留下永恆的傷痕啊，永恆的傷痛啊。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有沒有人出過來說一句公道的說話呢？男女始終是有別的，你說一個男女共用的洗手間，是令到很多人都覺得很尷尬的，你男性和女性的有個界別在這裡，這個是大部分人，我相信是絕大部分人的需求來的。而你說為了 10% 或者 20% 的人需要這樣做的，可以，你就去設立多一個男女都可以入去的一個次格，是另外分開的，但是男性和女性呢都是要分開的嘛，是不是？你要顧及這些小眾，你就去就做一個的次格咯，就是分了出來咯。但是男性的洗手間和女性的洗手間還是要保留在這裡的嘛。我現在真的很懷疑，如果你說男女都不分的話呢，慢慢慢慢有很多問題出來啊。去犯事的人呢，他未必是真正是那些小眾的人，他可能就是有心處心積慮去利用這些這樣的男女不分的洗手間去做他的壞事，但是日後呢所有人就很憤怒的了，如果出了這些問題，是不是就會將這個情況推向小眾的了。你現在就應該去正視這個問題，很多時呢不是說啊，真的這麼多話說的，真的這麼諸事八卦的說這些話，不是啊，事實是啊嘛，是不是？你真的很多父母也都要帶一些小孩子看著他進去洗手間，你不夠膽不讓他一個人進去，你怕，父母一定要在那裡守住，還要在個次格外面守，因為你不知道隔離那個次格是男還是女，所以你說一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是不是很重要呢？不可以這樣去破壞的。我不明白那一批什麼人來的，現在真的有一批人真的我無法理解，我只能夠用無法理解啦。前一段時間就有一份政府提議的備忘錄，就說全加拿大要盡快用電池車去取替所有的汽油車，有很多人的車開十幾二十年的，你現在是不是給錢他買過一部新車啊？而且有很多人是住在鄉郊地方的，你加拿大有沒有這麼多的資源去設立這麼多的汽車充電站啊？沒有嘛，是不是？究竟花了多少公帑去做這些垃圾報告？你要了解這個國情啊，有很多申請的經費去做所謂的研究報告，那你現在你得出來就是要所有人換了車，這樣行不行得通呢？不是說在個 office 入邊去諗一啲天馬行空嘅嘢，好多民生嘅嘢都唔去解決，就叫人哋去換曬啲電池車。但你知唔知道成個加拿大有幾大啊？如果個個人都用曬電池車，喺冬天零下20度、25度嘅天氣下，嗰部電池車仲可唔可以正常使用呢？不如叫啲國民春夏秋冬都去騎單車仲環保啊！就是這樣啦，就好像現在那些廁所那樣啦，男女不分，男女都入得去的，不是說
好守舊啊！你哋，你個思想好 old fashion 啊！而家基本上都係咁樣噶啦，自由平等噶啦，自由平等都唔係平等到咁噶嘛。你要考慮 in case， 你話喺一啲公園或者喺一啲荒郊嘅地方，嗰、那個洗手間唔分男女嘅。一位女士，她是一個人揸車去到那裡，她要使用洗手間，那就會造成她很大的心理壓力，入不入去用啊，這個是一個很大問題。那你是不是製造了一個機會給一些不懷好意的人呢？我不是說去反對那些小眾，你小眾有這個需要 fine， 你可以設立一個單獨的洗手間號開給他們用嘛，而不是現在好像大兜亂那樣。我聽過很多那些有女初長成的媽媽們，她們說我很緊張，那些小孩子以前呢去洗手間，你進去餐廳呢你都說去吧，去洗手間吧，因為你知道那個是女廁，現在不夠膽了，她說我在吃東西我都要放下、啊、我要陪著個女兒、啊、在外面等她、啊、因為你真的不知道旁邊那個廁格是什麼人來的，我不夠膽啊。你是不是令到很多人很恐慌呢？你也都有没有照顾到这一群人的人权利益呢？你说道德伦理是不是很重要呢？是不是可以这样呢？也都讲回何痴痴，他这些说话虽然他是一个很小众的平台，但是他现在是真的红到发紫、哦、他那些这样的言论呢铺天盖地、哦、那现在是不是有一個認知，就是老公和老豆是同一個身份呢？那有很多那些獸性的老豆對那些女兒做出一些喪盡天良的行為，這些是不是也都源自於何痴痴這種這樣的歪理呢？老豆可以當老公呢？你反過來一樣而已嘛，是不是一件很大件事呢？所以有時候不是說我們看這一段的事情的時候不看它就可以，不說它就可以，不是的，它說的那些事是嚴重影響到公眾利益，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這樣顛覆法的。所以它每說一句話出來，我都會去想一想它對不對，不對的我就照在這裡來說的了，不是說在這裡諸事八卦，而是不可能是这样颠覆三观的嘛，是吧？所以这件事我见到不对的我就会继续讲的。公平平等，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这种权利的。当我们失去了这种权利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发声的。好了，那现在我就揸部车入去 Costco 买了东西，下期再见。